说今天好像就是很多明星都在忙，所以那个制作单位就发了一个比较不红的来，比较不红的来。所以如果等一下他转出来的话，大家就不要发出那种啊的声音，因为虽然不红，可是还是有小部分的人想看他吧。我希望你现在就把所有嚣张的话都赶快讲完，因为等他走出来之后你就嚣张不了了。而且他脚超大，这么大。我跟你讲，他今天穿得很厉害，然后你穿这样子，因为我不 care 他。我跟你讲，越在乎自己，就是说我漂不漂亮，我会不会输的那种人，越会把自己打扮的，你知道，就是很张扬富丽堂皇，然后什么珠宝就往 耳朵上弄，然后项链就要挂，然后手环也要戴，高跟鞋要穿那么高。虽然他已经是女巨人了，像那种人我根本没有放在眼里，因为像我就是对我自己很有自信，所以我穿的你知道 relax。在他进场之前，我要先帮你介绍，因为我们今天来了几个有来头的人，嗯，然后当中有一些男生呢，你应该会对他欣赏，李诞先生。哇，你好。昨天晚上还在说，可不可以先给我李诞的微信，帮我要到。然后我经纪人就说，我现在不给你李诞的微信，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乱发一些说。李诞，我问你啊，如果 S 晚上会传讯息给你？我就截图发微博。不要脸你。这个算是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是我的梦想之一吧，收到 S 的短信。小学六年级。他年纪很小，他年纪很小。你不是48吗？我89年生人。哇，那年轻才子。今天的大来宾压力会很大哎，他是全场年纪最大的一个哎。可是我必须要讲，他真的养生养得非常好，你真的看不出来他56岁。你就趁他没有出场前尽管嚣张吧，这样等他出来，我觉得你就没话说。如果李诞跟旁边那位小麦、选一位的话，你会选择谁？我一定会选李诞的啊。所以你觉得长相比有趣？小麦这个长相你能够看多久？可是李诞那个我也不能看太久。李诞那个看到一半我就会拿枕头压住说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啊。小麦呢，就是他有意大利血统。哇，你有多少意大利血统？就一半啊，虽然我长得不太像哦，但确实是一半哦。我爸是真的意大利人，他蓝眼睛的。所以你会说意大利语吗？就会说一点点。你靠近 S 然后用意大利文称赞说他怎么可能这么漂亮。Ciao bella. Ciao me? Ciao bella. Ciao bella. Ciao bella. Come stai? Wow. Thank you. Grazie. Grazie. 他只会单字哎。对。你不会整串的意大利文吗？就其实不太好了。那你这样就枉费你的意大利血统啊。对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就。而且你感觉会不会太薄啊？所以还要再练练，可能对。因为如果是意大利血统，太薄吗？它很薄啊，感觉应该在。李诞也很薄啊。李诞又不是靠外形的。我会说蒙语。你会说蒙语？你会用会？你会用蒙语说你怎么那么漂亮？跟我喝酒吧。我只会说喝酒吧。好了，我们就学一下喝酒吧，哈。阿克赫，你倒个几个音？三个阿克赫，挨个喝，酒，挨个喝，挨个喝。听说你最近在微博宣称你不再减肥，他还说不化妆呢。微博我真的是不化妆，我是跟他同一路的。可是因为你跟谁同一路不好，你跟李诞同一路干嘛？我就只论化妆这件事，但是我们长相不是同一路的。然后女明星真的随便在机场拍，在哪里拍，他们就会说，只要我没有笑，他就会说小 S 面带愁容，想必又是家里不开心啊，巴拉巴拉巴拉。然后比如说衣服走在公园，然后只是一阵风吹过来，然后这样砰一下，就说小 S 现在小腹微凸，已经是有妈妈样。然后就想说，然后想说是明星是不能有一点点走样吗？就谁规定女明星一定要就是你知道前凸后翘，手臂细到这边都凹下去？你就是啊。我是很努力的，keep 不住。你知不知道我每次录完影有多想回家点一杯酒，然后吃 spaghetti？
是他们说 spaghetti 是淀粉，我一边吃都一边想说要不要再把它吐出来。当明星真的很累。所以你想要开始过放松的生活？我此刻我真的很希望跟李诞交换灵魂。交换灵魂是就是交换身体是吗？因为你长这样你都可以这么自在。对啊，为什么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这么样的有压力？应该是他已经那样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好努力的吧。听完觉得好不自在。你为什么假装黄豪平不存在？大家都假装我不存在吗？就是有需要聊到你吗？没有，因为是现场认识黄豪平的观众朋友们请举手。哇，有三分之一人认识你。还可以，我满足了。这位是高兴小姐。你好。大家好。高兴，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优酷的艺人。看不出来吧？所以不是我们发你，是优酷把你塞进来的，安排的。对，那位长发女生是雨润小姐。Hello， 威斯姐好，康永哥好。小姑娘看起来年纪很小，可是她号称是第一批网红。哎，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吧。她以前的艺名叫芙蓉姐姐。你是芙蓉哦？我不是，我当然不是。是啊、芙蓉姐姐，你真厉害，这还不错啦。因为是第一代网红的关系 ，P 图应该非常的厉害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呢，是我要用2400万 AI 摄影会变色的荣耀石来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呢，他要现场示范给我们看，两分钟之内就把这个照片 P 得很漂亮。好，来扭蛋。哇！哇！很辛苦的先生。你有名字吗？他说他叫扭蛋人呢。你有跟你爸妈说你会上这个节目吗？第一次上节目吗？哇！你连眼睛都不要弄。你有跟你爸妈说你会上这个节目吗？需要帮你的爸妈问好吗？你的爸妈叫什么？他说他爸妈叫扭蛋。所以扭蛋，谢谢。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真面目。因为要考验修图能力，所以你觉得我应该拍谁？那就义不容辞嘛，对不对？好的。所以要把我们 P 的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把你 P 成芙蓉姐姐。荒唐。这荣耀石本来就拍得很好看。哎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哎，雨润，你在，你不是两分钟可以 P 好吗？这李诞有点太难了。这是啥？李诞太难了。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？他把他头弄小。对，我把他头变小一点。我去！我在救你耶！这太恶心了！把他的头变小。你看背景都扭曲了，后面那个。哎，你不用管这些了。眼睛可不可以变大？他的眼睛。眼睛变形了。主要是他本来眼睛就变形，你看他卡着肉。哎。太难了。哎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是这样的。为什么雨润一只鬼打墙的只劈这个部分？哇哇哇！鬼斧神工，成功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有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醒了。醒了！我说真的，你需要我，真的。我不需要。好了，雨润可以了，可以，我受够了，可以了。雨润展现了第一代网红 P 图能力嘛？你是不是感谢我，李诞？我也真的想死。诞总，他真的不在乎你们的攻击，因为他生活很幸福。对，他没有再把你们放在眼里。他女朋友非常漂亮，我调查过。你们这么大艺人，关心这些玩意儿，真是的。他的女朋友会胜过等一下要出场的那位来宾吗？啊，那倒是了，那倒是了。我们看这个账单，然后请他们几位从这个账单来分析哈。